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考第一招，上次已经考过科目一了，因为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没考，上次去了甘肃天水，昨天家乡打电话来，让我们今天过去考试。现在是6:30，起床，吃个早餐，赶过去。老板，给我搞个那个猪杂粉哈。要辣椒不？要辣椒。猪杂粉多少钱？猪杂粉10块。好的，加个蛋啊！里面有蛋吗？没有蛋。加个蛋。12块。好。12块，12元。好了，老板，给你了啊。打点酸菜。煮好了是吧？嗯，八块直接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早餐啊，比较丰盛。有稀饭，酸菜免费的，然后这个猪杂粉里面有猪肝、瘦肉、小肠，还有这个鸡蛋。吃完早餐还要赶到那个练车基地去哈，到那边去集合。现在还很早，去那里看一下能不能再练2把那个三轮车。今天来啊，必须要把这个驾驶证带好，还有身份证，还有1寸的那个相片哈、啊，因为考试的时候要交上去的。有3台这个三轮车在这里练习，应该是学员吧？你是火教练啊？对对对。哦，你蛮早哎。我晚上7点来，我就去。哦，我有2个月没练了啊。怎么来？哦，何教练，那个科目三好像我不太会哎。上次那个谭教练就是跟我练了一下这个场地科目二。要等下练下科三去。好。你等下先看一下。好。看一下你和他什么情况。好嘞。好，在哪里啊？先打起，然后就走一下，走直了以后，你就把这个转向灯回掉，回转向灯就按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你不要扳，打转向就是扳，但是回转向是按啊。哦。对，然后到那个斑马线那个位置的时候，轻轻的踩下刹车，练灯就行，啊，然后到前面那里不是有个红色的框框吗？哎。啊，你就在那个位置掉头，不要压边线就可以了啊，还有中间的那个这一条中线也不能压啊，反正就是一个右转灯，一脚刹车。一个左转灯就可以了，不要压线，好，试一下。啊，好了，刚刚在驾校练了半个小时的科目二和科目三，现在已经熟悉了，先去把科目四给考了。科目四是电脑考试啊。好了，现在到了驾管所啊。来看一下，刚刚拿到成绩单，考了98分啊。好了，现在去训练基地去考科目二、科目三去，交一下成绩单。嗯，科一、科四。刚刚考完。是不是科一、科四？科四的，科一的之前交过了。科一年考过了是吧？对啊。还要不要身份证刷一下？你身份证、驾驶证都给我。好。在外面等，我们等一下会叫你们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郑琦，我看到你，从头到尾好认真，考了90几，98分。你呢？我刚好90分。排队好难排嘞。1分都不难飞，快啊！我也快，快啊！哎呀，啊！开车去的，挤一下嘛，姑娘，拉一下别人的车子，对，不要走，好危险。后面又弹过去了，哎，有事。那就跟着你的车后面走了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来了，你们坐他的车了，别人开车的就坐下，坐别人的车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去拿号码那个。对呀。哎，对，去办公室拿号码。
哇，这么多人排队啊！是按牌子来了哈，16号啊。现在我排在前面来了。现在前面那个考官啊，在拍身份证。没有交成绩单、没有取号的，到那个门卫室去。没取号、没交成绩单的，到门卫室去。以后就把转运单回掉，然后就加油走，加油。爸爸，现在这个位置才叫三个。安好，对。然后前面那个大轿车的时候，打个左转灯啊，这就是科目三的啊。好了，现在已经考完科目三了，一把过了。现在去吃饭，一点钟再来考科目二。马上轮到我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考完了，科目一到科目四啊，四个项目哈，全部考完了。一个星期再去拿那个驾照，之前的 C1 照已经升级到 C1D 啊。好了，现在回家。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